各位乘客，歡迎嚟到台北，為安全起見，請喺座位的保持安全帶扣上，並接受上安全帶的套，請你為止。當打開行李櫃時，請小心以免物件跌下。請離開機艙時，帶齊你嘅所有最新行李，調移為緊機上。各位現在開始用入網絡功能嘅個人電子用品。